这个东西他就是天天就是要买这个东西，他就是天天用的这个东西，他就知道什么东西没有。他的东西都不用这个防烫布，他的东西给你抄起。我还准备给你发个信息，叫你给我再把桌子上的那个充电宝拿上来。我们这个才叫防烫。他们那些草原上那些人眼都不见了呗。